大小事，把时间交给丽如。好，生活大小事，我们首先要带您关心的就是今年入梅以来呢最扎实，然后影响时间最久的一道典型的梅雨封面，在今天深夜就要来接近，要来报道了。不过大家很好奇，为什么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在云林以北呢部分地区出现了比较短时间剧烈的降雨，主要就是因为封面前缘呢在上午有一些对流比较明显的对流包移进来的关系，所以呢造成部分地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雨。不过以下午来说呢，还是以午后降雨为主，热对流发展起来，在山区还有近山区的平地呢，午后的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而这一波封面呢，真正下一波的时候要再影响我们，就在今天深夜逐渐靠近的时候了。北部以南会率先有感，降雨呢就会开始增加了。而这一波典型的梅雨封面呢，明天开始会影响全台的天气，而且会滞留的时间到周日之后呢，整个降雨才会逐渐的趋缓。它会在我们上空南北摆荡，所以周二开始呢，全台都要小心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出现的可能。特别要提醒您，在周四的时候呢，西南风再度的开始增强了，加成作用之下，尤其在山区要小心，不排除除了豪雨或是呢也有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所以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因应的措施。而接下来要讲到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吹冷气，但六月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有夏季电价的计费方式，所以到底怎么吹才会比较省钱呢？专家提供了我们几个方式。首先冷气要怎么选呢？冷气大小，也就是冷冻盾的话，跟你家的坪数最好要抓1:6。而且呢，专家也说，变频冷气其实不一定省，要看您的需求。如果说你吹的时间比较长，直流变频是比较适合的；如果只是短时间的话，定频其实就 OK 了。另外呢，超龄的冷气，也就是说使用的年限已经比较久了的话呢，是尽量避免再使用，因为呢，冷的话呢效果不好，而且也比较耗电。另外呢，在温度的部分，最好是设定在26到28度。而如果你睡觉的时候最好开启舒眠模式，因为在睡觉的时候，人体加上环境的温度其实都会来得比较低一些。接着呢，就是像是冷气要搭配电扇，还有呢，在开冷气的时候最好呢要关窗户，这些呢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方式。而接下来还要看到是疫情期间大家呢很喜欢进补，所以呢像是鸡肉的价格就往上飙了。首先我们先看到土鸡哦，土鸡其实在最近呢每台斤来到了50到54元，比起过去呢其实平均每台斤35到37元呢是来的贵，而且呢也比去年低点的时候呢贵了一倍之多。另外白肉鸡的部分呢，在4月的时候每台斤是22元，不过呢到了今年5月的时候呢变到了每台斤28元，所以想要进补的观众朋友荷包的负担呢也会增加。最后要来看到是一些坏习惯也会削弱我们的免疫力，像是如果睡眠不足的话，新陈代谢下降，对我们免疫力也是会有不良的影响。而口腔卫生差同样呢也是不好的。另外频繁的饱嗝就要小心，你可能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而在常吃素食，原本呢它的营养价值就是比较低的，所以对我们的免疫力其实呢也是有削弱的状况。最后含糖饮料真的要提醒大家要少喝，因为呢喝太多的含糖饮料会导致罹癌的风险增加。这些资讯提供给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大小事。好，今天谈政治就要来关注，面对罢免投票呢，高雄市长韩国瑜呼吁支持者不要出门去投票。那么资深媒体人黄伟汉认为，有三类选民他们的投票意愿呢成了关键，请韵文带我们了解。好，的确来看到是针对要反罢免这件事情呢，韩国瑜拍了影片，大家不要出来投票，可以说是动之以情。但是呢，要成功的反制罢免，是不能只有光靠这个韩粉的感动而已哦。来看到是官方分析到说，必须针对三种人，分别呢就是之前没有投给韩的市民，以及韩黑分子，还有中间选民，要降低他们的投票意愿才是最大的问题。同时呢，他还反对说这个不投票的呼吁，他认为说这反罢免其实也是一种声音跟权利，不该被忽略跟剥夺掉的。而且传出说韩国若被罢免的话，可能会来竞争下一届的国民党的党主席。好，来看到是李正浩分析到说，如果韩国真的被罢免掉的话，但是他只要拿到呢40到50万的反对罢免票，显见他就也还是蓝营的最大委，就我这个底气可以跟江启臣来竞争下一届党主席。但是哦，反之现在党中又是冷处理的状况之下，如果到时候韩国瑜拿不到10万的反对票，那恐怕最后得利的就会是江启臣了。好，在倒数时刻呢，八韩团体做最后的冲刺，他们推出一系列活动，要发起车队游行。至于韩阵营呢，则是全力动员组织要固装。再交给韵文。
好，来看到是要决战这6月6号的罢韩投票了。现在呢，罢韩跟挺韩双方的攻防战，那罢韩方呢，除了透过投影跟升高空气球之外，也会在这投票的前一周进行整个全市的车队游行，要来冲刺出最多的投票率，并且会发送这个罢韩的黄丝带，大家一起来举起来，形成一个特殊的场景来响应整个罢韩的活动，还会北上来宣传，是要锁定一些在台北工作的高雄市民可以回乡来投下这个罢免票。但是要注意到说，现在尽管说这民调显示罢韩的气势好像真的很好，但是他们说毕竟韩市府也是很积极的在做一些组织动员故障部分，所以很担心说最后这罢韩的结果恐怕不如外界预期的这么乐观。但是看到是这位这个杜子成，他说如果最后这罢免的投票呢，反罢免票超过15万张，他就请吃1500片的鸡排，其他对罢免是蛮有信心的。